哟，你干什么呀？现在呀？啊？你瞅你整的，给我弄的这一下都是毛啊！然后不但躺在了沙发上，还躺在了我的垫子上，这是靠枕，不是你的小床。你天，咋这样呢？有恃无恐了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小毛毛还长挺快呢，快长好了是不是？那趴着吧，睡吧，没人管你了，我不管了，趴吧，谁也管不了。